鱼肉放上铁板，嫩煎飘香，铁板烧麦奇鳕鱼。打开便当，撒上葱花姜丝，这也是鳕鱼。冰柜打开，标签上写着大大鳕鱼两个字。还有汉堡里面的内馅也号称是鳕鱼，但这些鳕鱼你吃下肚的是真鳕鱼吗？其实市面上看到的鳕鱼大部分都是约定成俗的称呼，业者拿鲶鱼混充，常见的还有扁鳕，说穿的也只是大比目鱼，坊间价格比较高的圆鳕也是深海海鲈，但它们都只是沾边鳕鱼。扁鳕呢是近海的海的鳕鱼，那个肉质虽然软，但是呢弹性不够。还有素食店常用号称阿拉斯加鳕鱼，其实是价格比较低常见的加工鱼种，而这也是最接近鳕鱼的品种。真正俗称真鳕的其实指的是大西洋鳕鱼、太平洋鳕鱼还有格陵兰鳕鱼，但这些不是保育类就是产量稀少。很多的市场的名称都会冠上鳕鱼的一个名称，它可能是鳕鱼的近亲，它可能是同科不同属。市面上知道的鳕鱼到底是什么？数量稀少，让不少口感类似的替代品纷纷抢市。是不是真鳕？对于民众来说，好吃最重要。记者黄正阳、陈广瑞，台中报道。